这个视频要教大家怎样在 Instagram 的自我介绍，也就是 bio 栏里面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字体，就好像这一个比较特别、比较美的字体，就显得比较有性格。首先，我们需要先打开 browser，Google Chrome，打开 google.com。然后输入这个 URL，然后再点开它。打开这个网站过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网站里面会显示很多各种各样很美的字体。然后你只需要在这边最上方这里输入你要放到你自我介绍那边的那个字，就比如说我要放一个，I love holiday。然后下面就会自动显示出这些字体了。然后就比如说我要这一个黑色的格子，你只要点旁边的 copy。再点一次，然后它就会弹出跟你说这个字已经拷贝了。然后关掉这个 browser，再回到去 Instagram，打开你的主页，在主页里面呢，你点击这个编辑主页，在个性签名里面点一下，然后把刚才的那个字体拷贝到这里。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点勾，再点保存，这样就会出现在你这个主页的自我介绍栏位里面了，就是这么简单。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视频，请订阅和给我们点一个赞，谢谢。